迎收看《东京走着瞧》。我们今天到池袋附近的杂师之谷，要来介绍鬼子母神社给大家看。这个神社呢是以安胎闻名，所以很多孕妇呢都会来祈求怀孕期间的顺利与安全。这是1781年就创立的上川口屋杂货店。这吉祥物看起来好像是以前那边的养的猫哎。在我后面有一棵超级大的鬼子母神的大公孙树，它不但树龄啊有600年以上，而且高30公尺哦。大公孙树旁边呢、也有像这样的千本鸟居，很漂亮哦。离开鬼子母神社之后呢？这边马上就有一个西餐道商店街可以逛逛哦，两旁也很多文青的杂货商店林立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鬼子母神社哦，神社名一定要来参访一下哦。我是伯伯，我是文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